就是一个小人，是一个伪君子，是个混蛋。喂，喂，你在哪啊？我都想你一整天了。有事吗？今天 Robert 不是要来开会吗？你该不会忘记了吧？我们不是说好了今天要先讨论一下预售款的联名数据吗？我都等你一整天了。你去找小陈吧。你还好吧？你在哪里啊？再来一杯。喂。爸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天都要塌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接我的电话？你真的做过那么可怕的事情吗？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，严厉是我唯一的爱人。如果你真的是害死严厉妈妈的责任人，那我们以后要怎么面对严厉？我真的不敢想我该怎么办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很害怕。好啦，给我，不要喝了。老板，给我啦！还有你走反了，我车在后面。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好啦，我扶你。那个，不要再喝了，你都喝醉了，把酒给我。嗯，快点啊！走啦，回家。我不要回家。你不要回家，你要去哪？啊，走啦，走啦。嗯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一直以为踩踏事件是一场意外，是一场很恐怖、不可预知、不可避免的意外。一直到今天才知道，这根本不是一场意外，是因为高仲达的贪心害死了我妈妈。而且这个凶手在事故发生之后逃避法律，逃避惩罚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高仲达真的是一个无良的商人。哎，为什么这个无良的商人是高阳的爸爸？世界上有这么多人，非得让我爱上一个杀人凶手的女儿。好了，你不要再喝了，给我，给我。大家一直都说
我不近人情，可是谁知道我对我自己这么残忍。从小到大，我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都要提醒我自己严厉，你要谨慎小心。但你现在看到我，我的人生还不是一样变得很糟糕吗？现在在哪儿？我想和你谈谈。严丽亚现在在我家。燕南姐，她昨天一个晚上都在你那里吗？嗯，她现在还睡呢。那我现在去你那儿。你们好好聊，我去帮你们泡杯咖啡。你昨晚喝多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谈，也许事情不是那个样子，我要听我爸爸亲口说明情况。你别这样好吗？我真的认为我爸爸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你认为没用？当然有用，他是我爸爸，我很了解他的。我从小到大他一直跟我说要用心做事，用情做人。我真的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燕姨在撒谎？我也不是怀疑燕姨，我是想这其中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呢？什么误会？我现在还说不上来，但我觉得我要的是证据。这些白纸黑字上面写的两份合同就是凭证，一切都清清楚楚。我妈妈的死就是你爸爸害的，你还在那儿说你爸爸用心做事用情做人。我告诉你，你爸爸是什么人？他就是一个小人，是一个伪君子，是个混蛋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严厉会走到这一步，更不知道以后的路还要怎么走下去。你爸爸他真的？我不信。现在你信不信也没用了，人家把证据搁在那儿，人证物证还俱在，所以你也不能怪人家严厉啊。毕竟
关系到人家妈妈的死因，这事儿搁谁，谁都受不了呀。我不怪他，我只是不能容忍他这样说我爸爸，除非我爸爸亲口告诉我，否则我不会相信我爸爸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那你爸爸现在在哪儿呢？联系上他了吗？就是因为联系不上，所以才更让人崩溃啊。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呀？反正严丽家我是不能再住了，先找个房子搬出来吧。他赶你了？没有，他不会的，只是现在这种情况他已经认定了我爸爸就是杀害他妈妈的凶手。我就算脸皮再厚，也不能一直赖在人家家里不走吧。就算我什么都没有了，这点骨气还是要有的。哎，这租房子也没这么快找到合适的，要不然你就先住我家一段吧。这不太好。瞎客气什么呀，你暂时先住我家，我去朋友那儿住。